我以前一直都信有主的存在，但我跟他没有任何的关系。我没有回教会，也很少祈祷。我认识神是5年前，我一位好朋友带我回教会。我信主的转捩点是我亲眼看到神怎样在这位姊妹身上的工作和保守。因为每当她遇到困难，弟兄姊妹都会一起为她祈祷，而神亦都一次又一次地令到我看到她的恩典和引领。我信了主之后，我透过小组祈祷崇拜更加感认识神，亦都令到同我同天父建立关系。我学识咗点样抱住感恩嘅心嚟面对好多事情，亦都令我睇到神喺我生命入边俾我嘅恩典。喺嚟紧嘅时间入边，我愿意全心全意咁跟随神，将我嘅生命交上。